怎么了？因为我刚有点忘记了。你们刚刚的影片给我删掉。你真的很看得起我，不要说抱歉。怎么了？因为我刚有点忘记了。愿不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对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你们刚刚的影片给我删掉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